Hello， 大家好，是德心。德心呢，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。嘉义的福安馆现在正在筹募经费，要设置一个中途之家。那这个中途之家呢，是做什么呢？主要是要帮助这些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那像是孤儿啦，还有隔代教养啊，甚至是长期不幸遭受到家暴以及性侵的青少年朋友们，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温暖的家。希望大家能够奉献出我们小小的爱心，来帮助这些孩子重新找到幸福的人生。送爱心，大家一起来。